今天是北京电影学院成立的第65年，于是一场盛大的校庆开始了。现场可以看到许多熟识的面孔，赵薇、黄晓明等众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演员回到母校庆祝母校生日。据悉下午6点举行了明星走红毯仪式，还有许多北京出身的演员艺人数都数不过来。娱乐圈生日报时期马天宇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母校的生日，在微博庆祝母校生日快乐。影视圈的半壁江山真的都来了，一起随镜头看一看吧。今天是北京电影学院成立的第65年，于是一场盛大的校庆开始了。现场可以看到许多熟识的面孔，赵薇、黄晓明等众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演员回到母校庆祝母校生日。据悉下午6点举行了明星走红毯仪式，还有许多北京出身的演员艺人数都数不过来。娱乐圈生日报时期马天宇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母校的生日，在微博庆祝母校生日快乐。影视圈的半壁江山真的都来了，一起随镜头看一看吧。我该如何